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我们一家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然后今天又是个大太阳天，刚刚熊二去山上，我二叔家去放牛去了，现在就返回来了。小花在家里面做饭，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么早就做饭，因为我们一天的话就两顿饭，一般午饭都在9点左右，所以现在的话就开始做饭了。我的话就负责带这个大头儿子，调皮的啊，特调皮的，一直把这个我手机都被他给打碎了啊。现在的话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究竟吃什么午饭啊。好了，你可以去干活了，我的话就带着儿子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啊。哎，什么爸爸，我们两个在这里你还爸爸少。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山上做客啊，我们一家在山底上等你们。这两天的话就是小花的合伙人也下山了，所以说他一个人在山上，然后加上山上也没游客，所以就我们的话就在这下面做饭吃。一般的话他们都在那个山上，就是上面在搞那个民宿嘛，所以他们会在上面做饭吃。主要一个人的话在家里面熬不真的是懒得不得了，天天都是泡面。小花现在的话在外面那个洗碗洗盆这些，我们就期待给你们看看究竟今天吃什么午饭啊。哎呦，看小花现在在洗盆洗碗，而我的话就背着小阿峰。山上好啊，山上的话就凉快，山脚下像现在的话那是热得不得了，在家里面吃个饭都汗出的不得了，山上的话就凉快。而我家的大公鸡看山上还可以吃上大公鸡母鸡，这些都是我的鸡。只是说山上现在的话就没人住了，所以就是没有就是有点无聊那种。哎，今天又是个大太阳天，阿峰我们两个现在的话到上面去拿饮料喝，阿峰说想喝饮料啊，然后口渴，因为那个水今天有点混，可能山上昨天下了那种小雨，所以到上面去拿瓶饮料给他喝。阿峰，嘿 ，Hello， 是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莫西，阿峰今年3岁了，9月份我就要去上学了。叔叔阿姨们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到上面去给你拿饮料喝啊，好不好？到下面去给你拿饮料喝好不好？嗯，对，对了嘛，对了嘛，这样子的话，哎呦，这个大太阳晒得不得了。小花现在的话就开始炒菜了，哦不，阿福太调皮了。看今天又是炒土豆腊肉的一天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啊？
现在的话就开始吃饭了，米饭到位了，这个是白菜汤，然后这个是土豆，然后这个是儿子，嗨，嗨哈喽的，叔叔哈喽的，不接话。我们现在的话就吃饭了，然后今天的话，把这个昨天我们吃剩下的那个菜，然后土豆，这个的话就是米饭了。那我们就先吃饭了，你不要调皮啊！啊，走了。